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一期推荐大家关注老王会员频道的视频，自我营销的广告，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加入老王的会员频道，你就可以升官发财；加入老王的会员频道，你就可以掌握国际大事。你们信吗？不信就对了。加入老王的会员频道，连个专享视频都没几个，了不起了，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啊，跟会员朋友会有更多的互动，在评论区里，老王会尽量做到每问必答，有问有答啊，并且呢，老王会筹建一个会员的专享群啊，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电报群里啊，一起闲聊，一起探讨问题。大家关心的一些关于国际国内的事情呢，老王也尽量啊，有问必答，或者做成视频跟所有的朋友去分享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老王组织线下活动，见面会也好啊，一起游山玩水、吃喝嫖赌玩玩乐呀，肯定会优先通知会员朋友。当然也要提醒会员朋友们啊，老王的小店和老王的小酒已经打折了，不能再便宜了，所以会员朋友也没有福利折扣。会员朋友可以提出让老王三陪服务啊，陪吃、陪喝、陪玩，不要误会，这个就算是给会员朋友的最高级的服务了啊，最贴身的服务是吧？朋友们好，我叫王爱国。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老王的频道里所有的观点都是个人的、主观的、片面的、偏颇的，也是不成熟的，希望大家谨慎选择、谨慎关注、谨慎添加会员，让各位老板破费了，谢谢。赵家江山岳家坟，杭州酒肉汴州魂，家奴临死仍户主，却是可怜可恨人。